别穷。都没修。弹射。就要干翻这个板子，真是不敢翻。他知道要被整死，不敢翻，急了急了。看着有人骗出来，还给他撞起来了。啊，前锋你死了哟。祭司他肯定要打洞，他打洞了，他没倒，打歪了。他肯定打个洞，然后这边穿过来救了。我直接打吧，稳一点。
个人都在凶了。电机修完了。应该在那边打洞了，不用打了，他应该赶不到。倒了，反正他没加速。他在医院，又打洞他东西真的多，打完一接一个人。这个样子像是带了弹射的，哎呦，总太真实了。解崩死了呀！
房子这个狗祭司打中了，我就在地下室守着，吃过好几次亏了，不打落地刀。你跟我说怎么来着？哎，魔人，要不就是魔术师来救。稳一点吧，直接把前锋打死了。我这个闪现得留着。造魔术师，哇，还两个连续动嘞！人呢？看见了。Mm-hmm.
玩手机呢。 接着玩。 修完了，什么东西飞过来了？ 还会卡我的。 还不救？不打算过来了，那去找找吧。 这桥也有洞。
他慢加速了，他开车走的话，我就挂人去了，跟他开边，挂人去。 还有残一秒，有没有好像没治愈？要么没治愈，要么就是被打了一万个战斗，看点不点。 佣兵留死。 八成是空姐，好了，我的，看见那个了，看见机械师了。 给力！狗贼翻进去了，我这隔窗洞可以了。可是这个隔窗具和刀就很满意，就不会那么糟。
这个狗贼，盒子都放好了，卖了。有两台，一个人矿机和一个，不好说，在摸人了。应该一直在爆点，我一旦拉过去了，他就会跑。慢了。绝得分！是干嘛呢？把它往里面逼吧。还好有张狂，我的房子是那种跑马拉松的。
到了电机，来了，死锤了，那佣兵二舅，别让他打洞了。 看来没治愈了。啊，我没倒。
评价直播，打 S 评价球。僵尸，一个魔术师，抓调香吧，调香好抓一点。再开技能，你飞过来了。二挂了，还不来救吗？我都要挂到死。早知道带狙击狂了，这个人还能蹦迪，挖死了。直接死了，这边要救了。好像也不打人救，又挂死了。因为调香师救不了人，舞女也没修，天知道干嘛去了，看见他了。接着玩，接着玩，听见没？我等会儿踩盒子，记得盖我。给你个鼠。真愁机车没地方用，
主要就是祭司他摸的特别快，就打受伤流没办法，就跟医生一样。奶奶，几个失误了。秒救了。没带怀表哦。就把那个鱼不动打。看看为什么要停顿了一下，它卡了吗？哎，挂这个椅子不好，那其实会打洞，他打个洞就把人捞跑了。算了，拦截他吧，这贼烦。好，这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。哎，给力！哎，这种局还不如用杰克呢，反正用杰克好打。
希望这不是前锋，强势。给机会了，多谢了。枪械也没交，开局就吃刀。下一个部分应该就能带走了。 都打到了，进了！谁在打洞啊？ 跑了！行了，这被盖到了。 怀表用掉吧，想秒救啊，这是，隔远一点。 打一刀，然后挂前锋，摆在前锋二挂。男魔人，及时要来救一波。 哎，搞什么？祭司又要救了。
吧，他们应该知道我带了什么的。因为上一把吃过亏了的，他们。我猜这个人在这个墙后面，看见脚印了，加速。 没翻张加速，他不跳，他有的话他早跳了，挺精的。给他转点。 还好这倒地是个调香师，如果是其他人，早就起来了。谁都没打中啊，太真实了。 赶紧的，挂人去！前方也是有怀表的。 大家把他拦住啊！救到差不多节奏就不好了。他会过来的，他球还有。
好像他不打人叫啊，没看见他人。偷了。哦，你们两个人是真的怂。直接走，直接走。那个祭司在超远的地方，大概100万年才会到这里吧。走失，祭司来了。不是，打稳一点。怎么凑的打了？我想铺一个高速公路来着。他100%没开门，狗低叫了，要么就是想救人。看见他了，他沿着边缘跑了。开局就结束了，放娃娃了没有啊？
不让他加速，跳完跳你就直接死了呀！ 中。 这个我觉得挂不到的。 劫一波其他人吧，他打了钻，地上应该能躺一会儿。在四合院了，我不知道是谁啊，但他已经到了，露出个脚印啊，知道了。 一手前锋，然后魔术师又得过来了，他还修不了，装个天气。 还没飞，魔术师再打一刀，杰斯就真正废了。<笑> 回去，来假装闪现，假装闪现。